跟地下室大厅。戏院大厅本身呢有50米的跨度，70多米的高度，里面的这个有机玻璃球还有钢结构还有光电微针管构成了我们整个探测器的主体部分。这个光电微针管是我们专门为江门中微子实验研发的，基于微通道板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完全实现了国产化。这我们现在用的大约3/4是我们的国产的光电微针管。20000吨的液闪，它有4套从化系统，还有它的混质生产系统和纯净水的辅助系统，一共加起来有7大套系统，绝大部分是由我们高能物理所设计，其中有3套系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的。我们希望第一方面提高测量的精度，第二方面希望能够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次超新星的爆发，中微子的实例告诉我们超新星爆发的机制和相关的物理过程。